双方的首发队员已经登场。阿里沙拉，瓦里沙拉反击后，金士兵李卓雅处理被拦回，再给李智。李卓雅平拉开被拦回，再给接手，直线起球了，反击拉开，大卫带回的挑战打手打到了，好罚球，李卓雅被拦回，李志允定点，这反击，瓦利沙拉泰国队防守，这发号为前驱，处理球被飞了，泡泡茶要起球反击，飞飞这球力量没打上，有效撑起拉开，韩国的机会，网口球还有，这个球是压到边线了，挑战失败。卡诺克鹏发前去，快球没打死，泰国的反击，有效撑起，这球发回来了，再给泰国队有防守，
把查样大学先打中，背快小撑起吊球，还有瓦利沙拉，韩国队反击拉开，帕帕查亚巴里沙拉，好防守，巴里沙拉巴里沙拉卡利亚拉特起球了，这球接暂停回来，反击，还很细微，没感觉。泰国队轮次错，卡诺克彭来发球，李周亚打手，韩国队无功过网，泰国队反击的机会，卡亚调整传球，这球还有李志颖，韩国队有反击，网口争夺，
泰国队的机会，保护起来，还有卡利亚特直线起球，哎，谭亚鹏分追平6-6，卡利亚拉特防起了金世斌的快球，李彩英拐直线，没有打手挑战失败，暂停回来，争起了，拉开，五攻球，暂停回来，上来就罚他，韩亚鹏后三被防起，反击拉开被拦回，还有传一般调整球，韩国队防守，李周雅这个球被利物浦打拦死，扎网了，韩亚鹏这球搓心得分，再给花二，这球打在肩内，一球还没接好，到位，花二自己保护，瓦利沙拉直线被防起，瓦利沙拉打穿拦网手，卡诺克鹏
这球颠过来了，打位了，这球还有，还有，这球打标志杆了，机会球拉开，还有先过，志允探头了，这球救回来了，飞飞，跑跑查呀，进攻被拦回，再给李周雅打开，全都兵起球了，左心探头了，还有这球，还有卡利亚拉特起球了，韩国队的机会，李周雅，李周雅这个球上膛防到位了，这球扎网了，到位北飞拦回了，拳头兵打手出击，阿里沙拉打手，这球防回来了，卡利亚拉特起球，瓦里沙拉拉开拦回了，打手出界，韩亚鹏后三的判断，拉开打，起球了，拉开李周雅，这球还有
一次发球的暂停回来，孙文仔继续来发球，泡泡茶叶花，再打李彩英直线起球，到位了，拦回，再给李彩英接好，自己打，好，给金世斌打，巴塔拉瓦蒂这个球也发开，这球还有韩国队的反击，拦回，还有快吊球，他的发球也是不错的，帕帕查亚暂停回来，打开撑起来了，李周雅，还有这球没配好，拦回，再给泡泡茶呀，这球探头了，这球好，再来举点，球发的不错，这球冲网了，这球吊球防过来了，瓦利沙拉，刚才这个球有出界的嫌疑啊，爸爸防得不错，迪普斯达反击，队长金士兵这球拍了，这球被帕塔拉瓦蒂
球发的不错，调整球，泰国队8-7领先。还有，再给，韩国队防守，李卓雅打手了，瓦利沙拉也没打死，乌龙球，拉开，快球没打死，球发的不错，这球到位，帕普柴亚这个球也没打死，反击再给，拉开，拦回，给帕尔查亚，再拦回，拉开，哇，直线防守起球了，还有拦回，反击，帕普查亚，上面垫好，到位，拦回，李彩英，谭亚鹏，
金世斌24-23，还是韩国队的赛点。给金世斌，也是防起来了。瓦利莎拉先处理一板，再给他拦回，带球又防守。这球判了4次，将韩国队3-1战胜了泰国队。